当天的苹果发布会分别展示了苹果的 iBook 应用、新一代 iMac 和第四代 iPad 等产品。最受关注的 iPad mini 最后压轴登场。 iPad mini 采用 7.9 英寸显示屏，厚度为 7.2 毫米，重量 0.3 千克，较上一代 iPad 轻了 53%。 屏幕分辨率1024x768 与 iPad 2一致，搭载苹果 A5 双核 CPU，支持 LTE FaceTime HD 摄像头，分辨率达到500万像素，同样采用苹果最新的 Lightning 接口。 16GB Wi-Fi 版本售价为$329。苹果随后宣布 iPad mini 将从10月26号起接受预订，并将于11月2号正式发货。首批上市的3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、德国、英国及中国香港等地，中国大陆不在首批上市国家和地区之列。